嘉义中埔和平社区志工队经营有成，优秀梦想组队自我训练，合作重要地点巡逻，减少事故的发生。进前得到嘉义关社区楷模，后来经过内政部复审，认证做治安标杆社区。社区治安的观摩啊很重要啊，因为核心社区那一直表现非常好，那这次拿到警政署的标杆社区哈治安，所以今天特别隆重来公开场合颁奖给他们。那实际上社区的治安很重要，因为有好的社区治安才有前线好的治安。那当然社区啊，那主巡守队，那包括很多的活动凝聚社区的情感，但是当然社区并没有公权力哈，那公权力还是在警察同仁的身上，所以地方的社区怎么跟警察同仁好好的配合，那我想就可以维护社区治安的安全。该县政府已经在和平社区举办社区治安演习观摩，由县长王章良颁发内政部治安标杆社区认证，予和平社区肯定治安营造成果。我们社区有长设俱乐部，我们社区有人才教室，我们社区有巡守队，我们社区有环保志工，维护着咱个社区，而且我个长照体系个也做了真好，而且。阮吼，社区，阮个总干事啦吼，阮长寿俱乐部个协会长、总干事，遮共同努力吼，来有法度吼，得到即个标杆奖吼。王章良讲，社区做巡守队办活动有啊真紧，和警方配合维持治安，社区有好治安，全关较安全。对定定巡庄头服务在地乡亲，致上敬意。地方治安和清洁保持好，才能营造出好的环境。记者黄佩佳，台湾采访报道。